如果我换衣服的话就没有时间跳舞了，所以就不跳了吧。不是，所以就不换了吧，所以就不换了吧。对，哥哥们，哥哥们，就是有礼物的走一走，没礼物的话支持一下小圆圆。圆圆是一个，圆圆是一个新主播，圆圆是一个新主播，多支持一下圆圆，谢谢各位哥哥们。然后我放一点气氛一点的曲，等一下我调一下这个。哥哥们，直播时通知勾一勾，然后休息几十秒，我们再跳一首。圆圆是一个新主播，没播多久的一个主播，这边希望各位哥哥们，支持一下小圆圆。头发跳乱了，谢谢我陌生哥哥。谢谢我陌生哥哥，谢谢各位哥哥们的支持。然后我们待会跳的话，就跳性感的还是跳火爆的？跳火爆的吗？哥哥们想看什么呀？哥哥们想看什么类型的，我就跳什么类型的。怎么办呢？火爆呀！只有阿飞哥哥一个人说火爆吗？火爆吗？那我就不换衣服了，这身衣服可以吧？性感啊，但是火爆还是性感？性感的扣一好吧。七妹 remix， 火爆的扣二。我看一下，一好像偏多，那跳性感吧。那跳二啊，哎呦我天哪！直播时通知勾一勾各位哥哥们。直播时通知哥哥，我裤子昨天洗了没有了，就只有这条。那火爆的话，我们跳加特林还是跳加特林还是跳哪个？大爷们说话，大爷们，跳这个吧，跳这个吧，大爷们，加特林啊，我想跳加特林，拖拉机我刚跳了个，来迟了。加特林其实我跳了很行，冒蓝火的加特林行，冒紫火都可以好吧。是这个老王吗？哎，老王啊，是这个吗？哎，是王哥吗？阿王，社会王，这个王哥吗？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，想想的。好，行，就这个，你们是大爷，你们说啥就啥。哥哥们，六六扣起来，免费六六扣起来，哥哥们。你是王哥不？阿王，社会王。我想买嘛，买份钱。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，我想啥呢？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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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
是啊，有帽子吗？直接穿上，直接成功。我买把短枪，打飞机儿没问题的，短枪有没有问题？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这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打打打打打打打，你把那打火机打，等我挨着黄火。这首歌是之前有一位哥哥推荐给我的，等一下赶快给弄一下。我爱看你的屁股包的像个热气球，我亲你嘴角。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歌啊。啊，我有好多汗了，有好多汗啊。我放啊，我放一首，放一首那个，放一首这种歌吧，然后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再跳一个。我的头发是跳舞跳成这样的。不能诬陷我的劳动成果，我是为了给哥哥们跳舞跳成这样子的。然后休息几十秒再飘一个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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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然后哥哥们没有个通知的，勾一下直播室通知勾勾。然后我在自己的频道里面是一个确实知道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哥哥们把义卖小圆圆跟颜宝的直播室通知勾一勾啦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圆圆是今天最后一天人麦了，然后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，这边哥哥们勾一下直播室通知。
然后然后圆圆是一个刚步入直播行业的一位小主播，希望各位哥哥们多多的支持。谢谢哥哥的直播时通知勾勾，多一个对圆圆来说就是一种动力。头发有点乱，谢谢各位哥哥们，谢谢各位哥哥们，你们永远是小圆圆心中最帅的哥哥。谢谢各位哥哥们，那行，还有最后五分钟时间还是够的。谢谢各位哥哥们，谢谢，虽然跳了挺累，但是看到直播时通知勾勾，觉得一切都值了。最后一首还跳一首拖拉机吧，那就放一首拖拉机吧。来，走一下曲子。还有最后五分钟，来得及。
最后一分钟，哥哥们。然后这边直播室通知勾勾的没勾勾的哥哥们，勾一下直播室的勾勾，一买二买三买的勾一下，谢谢各位哥哥们。嗯，头发可能有点乱，嗯，跳舞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头发有点乱。嗯，还有最后31秒。太累了，太累了，还只有10秒钟，还只有10秒钟。谢谢各位哥哥们对圆圆的支持，拜拜。